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我们昨天回来斗士，这个不是 Doors， 这个是比较烂版的劣质版，很多扇门。John Cena，Oh my God，John Cena 也来玩了，为什么我看得见他？ Oh、他这个烂到这电梯烂到一次只能他一个人，他被关起来了。No， 你先，给你优先好了。我进不去啊，你太胖了啦。哎，真的进不去，他门关起来了，进不去、啊。还是跳过电梯歌曲，发生在鞋上。一定要听这个 Doors 经典的电梯歌曲啊！你忘记 Doors 前面等电梯，他都会嘟嘟。嘟噜嘟嘟哦对 ，OK， 我先走，拜。他真的有那个声音诶，有那个歌，只是变得好烂的感觉。叮叮叮叮叮叮叮 ，OK， 换你了，我先叮叮看这边下面的。印度人在唱歌哦，印度人感觉如何？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吗？就是不要不要再唱过了耳朵了，哎，这样就可以变两个人，这个。哎，太走了，我们太走了，帮我出去。哦，这个鬼店变得好简约风格，造福电脑不好的人。对，我们 Spiro， 哎，这有个网球哎，超稳。哦，那不是网球，那是门把 ，Bro。看看它像网球吧，躲柜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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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躲柜子？不知道 ，Bro。哎，这边眼睛呢 ？Oh my god！ 这是一张照片贴在上面而已吧？你走路跟我一样是这么晃吗？对啊。Oh my god！ 他是故意的，他们是故意的。我、哦、还有雨的声音，窗户，但是外面全部是黑色的。哦，我懂事了。Bro， 那是 Rush 吗？我觉得那是 Rush， 那是我们平常看到灯闪闪闪来闪去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怪物。灯没有闪，我不知道他刚刚提示是什么。他做完就把我们干掉了。再走快一点。OK， 可以，直接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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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快到喽。他这个好处就是门很少了。OK， 我们好像到这边，他就是重生在那里。左边那边哦，我们这边就是要跑了。那不是 Figure，、哦、那是黑色那个 Sick， 就是要跑酷的那个。哦、oh, ，bro， 是不是走错了 ？OK， 这边可以跳哎、欸，这边要跳，这边要跳，哎、欸，是吧？哦，那这边要跳，这边要跳，啊，哦，哦，你挂了，但是我活下来了。什么鬼？这个直接跳到洞里面，我这很简单啦，你就跳过沙发就好，这好简单哦。而且他刚刚掉下去还蛮好笑的。OK， 可以，快快，你 OK 的，他离你还很远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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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然后这边要跳，进行你跑酷的学习，跳跳跳跳跳。回头，你看他掉下去了。哦，要拿到成就了，你可以逃走。我也拿到成就了，我要趁我晕眩症发作之前赶快逃出去，因为这画面实在太陡。这样我们应该到底来说已经到三十关了。哎，你看后面一个女生好强。My name is Skyler White， 有谁呀、啊？绝命毒师的一句台词。哦，他已经，我们是要进去了。对，我们要进去。为什么我挂了？你们你居然比我还早进去，我挂了，我太晚进去了。我跟这个女生刚刚都挂了，我现在马上跟她一起追上你。这画面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陡的，而且不知道是我现在在追 Seek， 我在 Seek 的后面，我在追她，对，倒追。好浪漫，终于换我追你了。你看后面没有人在追我，刚刚是我在追她，而且刚刚又来一次。Oh my god！ 这边要小心欸，欸，这边 Rush 刚刚不知道什么就突然出现把我杀了，应该是因为前面有人通过了，所以对这里应该这边闪了，这边闪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来。很好，我们这次三个都活下来了。这是要躲起来？这我不知道怎么破欸，这是图书馆那一关，这是要找什么密码锁吗？因为我们不能蹲下，那我们要怎么破？哦，他还追我了，是不要动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不动？我没有，我在跑步啊。啊、真的，但是我看你们都是不动的状态，那还蛮有意思的。我看到平行四边形是三，所以我猜他这个应该也是解密嘛，但是可能是自己要解这样子。然后他这怪物好像不会听你的声音，你自己走就好，不要碰到他就好，好像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六角形是五，你有没有看到书上面有些形状？有啊有啊。OK OK， 这个 Skyla 已经在破 ，Skyla 开门了 ，Skyla 开门了。啊，他们破了就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。啊啊！刚刚有 ambush， 刚刚你没看到一个绿色 ambush 吗 ？ambush。哦哦，我躲进去，我活下来了，我居然活下来了！赶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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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赶快走！啊，灯又闪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！哦，你挂了，躲在柜子外面啊！我以为我躲进去了 ，bro， 你躲在柜子里面太久会扣血，这跟真实版 Doors 一样，而且这 ambush 是会来回很多次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要出来，然后再进去。哦，我活下来了 ，let's go！ 我要直接不管你，直接往前冲了，因为我感觉我快全破了。我会追上你，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。这个房间好高哦！哎哎，我要这个要来追我了 ！Oh my god！ 而且这次不一样哦，这边哦，这书柜突然倒下来，哇哦！它后面越做越好哎，画面做的有点太好了，这是我觉得
我被关注了，这个太窄了，我进不去。Bro， 我进不去。Bro， 我知道怎么过去啊。嗯，挂了。我看到你。这个好像比想象中还难哦。对啊，它的难点是太多智障。对，难点智障。那尖叫声听起来也是蛮廉价的。哦，这是要找密码。我觉得这找密码反而很简单的，你就是不要碰到那个怪物就好，比原版很简单很多。密码是什么？放心啦，我们有订阅的观众 ，IQ 都180，而且我们还有 Skyla， 他肯定也有订阅，不然他为什么快速的记好密码？不会每次密码都一模一样？ 7539，他输入 7539，他是不是在乱猜啊？哦，7539过了。他好像就输入什么基数13579之类的，不知道什么就过。安布需在这里吗？目前还没有看到。哦，现在安布需要来了，赶快躲进去。而且，哦对，衣柜里面还挂了 ，bro， 为什么？好像你不一定要躲在衣柜里，我躲在衣柜旁边也是。现在 OK， 对，你的确不用躲在衣柜，靠着墙你就不会死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现在就在一个空房间里，然后那个 M 部在那边走来走去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一开门就看到那个红色大怪物，我觉得我想到密码的可能性，好像旁边有一张图哈。是，但是图没有告诉我任何资讯啊。然后正方形是9，五角形是3。对，从最小的边开始输入。我想一下哈，这时候该动我的脑筋了。哎，有人在上面输入37539，哎，37539。哦，我现在门就开了，为什么我按就可以，然后他们按就不行？对，我现在通关了。它就是一个密码用到底。你在哪里？应该下一个。哦、，Hello， 你在这罚站多久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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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啊！Oh my god！ 为什么 Sky 的活下来了？他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活下来了。所以你就可能不要站在中间，然后你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对于 Ambush 来说的话 ，Oh my god！ 所以 Doors 还感觉还是一样，就是不管是一般版还是劣质版，你都是从死亡中学到如何破更好。这游戏设计不良啊，老实说，这游戏有很多设计不良的地方。他们就说标题就说设计不良了，而且比想象中还要长。我以为这种就是愤愤的劣质版的很多扇门一下就没了，就搞笑一下。但是他其实也感觉下了不少功夫在恶整玩家。我躲这边的，好，我躲这边，很好很好，好像出来一下，然后再回去，出来一下，回去。好，你扣到一点血，是要跟他做一做就不会。Okay, 你们两个，我宣布你们正式成为。Oh no！ 他拒绝，他不想跟你成为。他看起来是比较喜欢我。bro， 他鬼拔吗？把窗帘打开，让我被蚂蚁咬到，他好坏哦。You bad and bite me。I'm sorry。哦，哎，他人好好哦，害我现在反而有点心虚了。我们跟 Skyler 一起破关吧。Oh my god， 他不跟我们一起走，他回去。OK， 这边看起来真的很难，所以不，我们是可能一个人只能走一个，我会卡到你，我会被你卡住哎。这边要这样钻过去，然后斜着跳。OK， 我快到了，这门突然关起来，然后你要走右边。我被柜子打下去了 ，What？ 啊，不，我来到后室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我被柜子打下去，我就打到后室了。这些还有后室吗？救我！我要怎么出去这里 ？Skyler 还传讯息说 I'm stuck。Skyler 是不是爱上我了？但是我现在在后室，那后室要怎么办？我在找出口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高脸片我没有看完呢、欸。老高有教你怎么出去后室吗 ？Bro， 我被杀了，是不是老高杀掉我了？老高也是后室的产物啊。Oh my god！ 起码我现在回到了熟悉的很多扇门。Many many minutes later， 血快没了。你看到我血量吗？对，我看到你血快死了。那帮我回下血吧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好恶心。等一下，一个人先走，这样不会卡住这样子。You first， 我当实验品吗？是吗？跑步高手。好，我尝试看看，我不想再掉到后室。我刚刚就是碰到柜子，你要等他一下，让柜子先掉下来，不然你会被柜子打到。Oh my god！ 哒啦哒，然后这沙发很讨厌。Okay, 然后这边要斜着跳，仙人掌斜着跳，这边会被柜子打到，这柜子会倒下来，所以我要这样走，然后这样走，然后跳过去。哎，我好像绊到了，我绊到了。哎，这是 Sick。哎，他继续跟着我啊！他继续跟着我，他在这边掉下去，救命！我绊到了吗？我终于绊到了 ！Oh my god！ 哦，好恐怖哦！你在那边搭便车，搭便车效应，便车仔，不过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我们是全破了。哎，这边又闪了，我们是不是要进去？我们要进去。我进去了。OK OK。
好，很好，刚刚那就是 Rush 老鼠。厕所，厕所有点可疑哦，我觉得有点可疑哦。为什么会有这音乐？为什么会有这音乐？我不敢进去，我们就不要进去哦。Okay. 这厕所真的太可疑了，我不太想进去。这边好像要走下水道。这边好空哦！哦，这边又闪了，又闪了！前面有柜子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们就直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哦，后面好一，哦哦哦哦哦！哎、哦、哎、哦欸，这边在往后退。对对，就要倒退。这边就是前后前后的那种，只是他这次没有闪。哦哦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。我破土到这游戏的天花板上面了、欸，怎么办？这是游戏的创作之一吗？这是游戏的玩法之一吗？我已经不懂这游戏是怎么样了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掉到奇怪的地方去。我先是来到后室，然后现在又来到地图外面。哎、欸，地图外面还有人对我挥手、欸，哎，黄色衣服的，不是 Sky 的，不是 Sky 的。哎、欸，我还看到老鼠、欸，哎 ，Oh my god， 老鼠！你到底在哪里？这是独家内容，点阅9999万，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、欸，哎。对啊 ，OK， 我要跑酷。哦，我掉到虚空，但是我哎、欸、不，我又来到后室了，我跳到虚空，结果我又来到后室了。这游戏的设计吧，就是如果你掉到虚空，它就会传送到你到后室这样子，然后再把你杀掉。这是不是有点多余啊？然后老高又要来把我杀掉，我看到老高了，老高在我后面，他怕什么？啊！你又怎么了？我很好。Many minutes later。我还见你，我还见你，你到底在躲后面啊？怎么还没有见到你？后面还有什么？哦哦，我想到后面有什么，后面有蓝色怪物 ，bro。你刚刚没有提醒我，差点要死在同个地方。Oh, OK OK， 过关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终于见面了 ，bro， 看，冒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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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走！知道怎么走？哦，这是玻璃，应该就跟这个一样。我感觉后面还有陷阱，我好害怕。哎，我们要到最后一关了吗？这最后一关是99关。Oh my god， 我好害怕死在这里。哎，那我觉得好像等一下要躲在这个衣柜里耶。那你去触发，然后你比较近的，然后你就躲在衣柜，我躲这个衣柜。好好好，听着，我想先说一句话。嗯，别有感笔电，耶、yeah! ！你赶快去按，你赶快去按。拉去了，拉去了，拉去了！会有什么动画吗？我拉下去了。啊！怎么了？他来了！我们赶快出去！我们赶快出去！我刚刚看到他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去拿电梯的钥匙，拿电梯的钥匙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开这个门。被拿完了，好恐怖哦！我不想全部再重破哎、欸。我们可能要破这边的密码锁。哦，我要去拿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走走走。哎，走了吗？对对。你拿到什么了？我不知道我拿到手，但他都死。为什么只有你 ，bro？ Oh my god！ 你差点害我死掉 ，bro！ 哎，你差点害我死掉了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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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拿了什么？我等一下也要拿。这怪物就在我前面，两手举高，不来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刚刚去点了那一下，然后是十秒内赶快跑回去。哦，你碰到发电箱就可以过关了。你按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赶快走。掉下去！我刚刚拿要扑过来扑我、欸，哎，安全了吗？安全，安全，安全了。我要去拿密码。OK OK OK， 我只有十秒，我叫他过来了，我叫他过来了，我来见你了。OK，Yes，、okay. 我搭上电梯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办到了吗？这个怪物现在在我面前，两手举高高的，但是电梯门没有关起来，他就站在我前面动也不动的，这是要干嘛？然后他突然就消失了。哇哦，真的蛮 bad 的。所以你通关了吗？我现在出来99号门这边，然后我再拉一次栏杆，但是门已经开了，我就不懂为什么刚电梯。我又跑出来了吗？鬼就突然消失，然后现在又倒数十秒，这个就是触发。哎，电梯门现在终于关了，我再试一次就 OK 了。但是鬼没有来见我。哦，他还有个音乐，好感人的音乐，印度人。你唱的都比较好听呢。哎，怪兽跳下来了，哇哦，我的耳朵，Yes sir。我全破了，我全破了 ，Yes， 再破一次，再破一次吗？不，我们再跑一次，我感觉你会挂掉，你才会挂掉。OK， 各位，那我开始差不多今天的影片了，你觉得如何？比想象中还要精致很多，我只觉得我死好多次哦。那我觉得它还蛮赞的，我以为会可能一下子就结束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印度人配的电梯音乐了，他可能是作者自己配的，他们应该不是印度人啊。喜欢这部片的话，帮我们按下个喜欢吧，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笔电 YouTube， 我是干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。